第33届金曲奖暌违17年再度移师到高雄举办，本届除了有红毯主持人洪轩和陈明珠两人激出全新火花，出道37年的罗时峰这次也接下典礼主持的重磅，表现让人相当期待。现在啊，来不及脱，找机会我可以脱给你看。我比较怕开场秀，我有点智障，所以。而在今年的红毯方面，放闪火辣帅气的通通有 Kevin CC 和帅男友 Kevin 首度一起走上红毯放闪，女星辣度大比拼的部分完全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而这次的红毯第一帅实在也很难分出胜负。而今年最受瞩目的三大女神一出场就是满满话题。完美全是这套服装就必须要搭配这么高的高跟鞋，可是真的很怕刚才在红毯的时候抛开，然后被大家拍到的全部都是抛开的照片就不好了。他就是好像就是真的家里剪刀太多了，洞很多，然后我怕他会冷，所以我就穿多一点，待会帮他披上。基本上该怎么样的措施都做好了，而且最主要是做了很合身，所以不怕他乱跑。没问题。金曲33，你心中的最帅最美，谁是冠军呢？